那边也是高度的紧张。抢滩，绕过，哎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莫雷罗，莫雷罗，赛季的第七个进球来了，定位球的直接破门，这个球是。脚直接打门，球进了，扳回一城。莫雷罗，这个球进的真漂亮啊！嗯，这是一次机会，能不能杀死比赛？头球点一下，莫雷罗调整打进了，个人中超联赛的第十一个进球，来的却格外的珍贵。打上一个长传球给过来，看看禁区里边，莫雷诺先把球停住，左脚转身的射门，球进了。下这球罚进了，可能两个队还有一线的希望。嗯，打门，球进了，角度太刁了。其实肖队已经判断对了方向了。对，亚太本赛季是获得了。